头发剪一块，头发散一块，同发剪一块，同发五一块，发块满眼吃眼香，白日都白五，你安排六点都七点，幸福头发眼，等太大来披扬。本节目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弥陀之宝。想起朋友太高后，欢迎太高来到安利亚。幸福头发眼，我是米峰，我是大帅。好，各位一礼拜四啊，听讲你终于带了啊。好，当你哎，你想起平时米峰，你要把你当你的孙女的。哎、嗯，你孙女的，哎呀，你孙女清楚着嘛？应该公益的不是孙的。哎呀，那比人还要快乐呢。因为爱社会啊。山中无岁月啊，猴子不知年嘛，所以还有哎，还有一般的就某这个酸叶的，当你轻快到一肚子哦，学猪吼，嘿有样哈，这么酸叶，蜜蜂这么酸的原因在哪呢？因为轻叶后小朋友就撇数快死哦，啊，因为酸叶的人有加重啊，一种那啲龙骨管的人哦。佮几杯酸芋的，还做饼糕的，知嘛？哎，还有做下饼糕的，几杯酸馒头，酸馒头，倒数馒头，哎，操，哎呀，你有冇做朋友啲哩？哈，因为个只只贪讲啊，你明明都郭先生眼光啊，好，佮几位小老，你想前片，大概来分享一只八点，你也哈讲个凶你啊，好，就讲到青条黑绿条，青条黑绿条，嗯。哦，前头是路头啊，前头是路头。嗯，也就是就讲了啊，哎，你做生意，前头前头哎个嘛，做生意你那边有钱的嘛，啊，所以叫做前头。所以你看前头就会路头啊，跟着意思就讲啊，你做生意哎，他创业，哎，看他创业的会哈，跟所以你前头哎多大本钱的话，啊，跟你就做做清旧清创的生意。啊，所以叫青条就会绿条，啊，就做的行到青叶呐，啊，那就是绿条叶，所以叫做青条就会绿条。所以你讲青条，它多得的本叶，你呢，你生理呢就会做得好，好一般呢，跟你就做的行到长长久久。哎，不过哈，你还爱个人的看法，老师，你的看法应该嘛？哎，真好。因为现在讲，我讲正经的啦。正经是呀，唔会正常呀。青条就系绿条，你有识读过讲？我有认得青条为人吗？没有啊。什么？是啊，因为买个惠山水位啊，惠山啊。叫嘛？因为鱼，其实那个比较有水呀。啊，有啊，个就位啊，所以我主要看清楚了。哎，有条几个像个巫师，这个黑马几多几多几多哈，上岸哦，几个地方就蛮穷，几个车内有问题。唔会去注意看嘛？嗯，哎，唔会看呢。唔会。这边上面新闻有出的哈，但是问题就，哎，要做十年你二漏血，你要有法度抢救，所以这种人会老样嘛？就讲，哎，其实吃多个买的人，我就老去买。唔系讲见面来，即系话听系前望人啊。嗯，所以做生意有咩讲？哎，有店面啊，嗬。嗯，你市场咪咩叫佢接接多啲去卖，我就会攞佢搞干。嗯，诶，但是有
买猪肉油嘛，哦，一斤呢啊切好嘞，一斤呢哦，基本可能看一斤，要不要切开叠叠落去油啊？有有，因为你买猪肉呀，用的是土糕，好，嗯，喂啊，喂啊，系啊，嗯，跟南北没搞买猪肉，因为哪里买？嗯。喂，黑马，这么我会犹豫一下吗？因为你没买菜，没啦。好啊，因为哈亚中的我可能还摆买肉啊，时间就会前期。暗过有一种的我还摆就唔会前期。我买那个，就像人家讲的，一样，比如方讲哈，给切一条干，切一堆一料猪肉，放到秤头上面去。叫拿转来啊，切没。佮切了过后，创嘛哈，佮就讲，也是白银元，雕两白银好嘛？哦，那白就没钱去，那就没钱。佮你们雕嘛好，那不天长。去白来个好，嗯，啊，佮有穿甲红靴，哈，所以但是就是料很易让人哈，还一般就唔会去夜市啦，系嘛？系。哦，跟爷爷啊，神经就爱个买做嘞。我讲买去强强，哎呀，跟阿勇开始啊，阿勇人就好讲吧。那个是叫好难拍啦，反正无所谓，这差个五十美元就本钱啊，就漂亮白，还好酸呐哈。啊，我接着阿勇过后就发现到讲，我初段又不太喜欢，因为阿勇变成讲有强人所难啊，因为阿勇方面勉强人的一种意思，我就帮人，我就一酸就帮人就帮人阿勇嘛。嗯，那么就让我总有个转移被慢一点呀。哦，慢一点就好哈。系啊，你莫让阿强强讲到两百，其实。这几几个收入一唔好，一唔会切的，有东西清准啊。一切度度好，有呀，系啊，佢几几个人他唔会切，佢系讲喺天市场啊，永远都切的，千万切，切一斤一斤，斤半就斤半，八两就八两，真嘅，那家家切啦，哈，下一种，然后只系只花田，然后一种就讲你咸菜有冇？咸菜，你有看出看过你嘅？唔系唔识看过咸菜，卤咸菜啊，夹麦都叫麦咸菜，麦咸菜。呀，买咸菜，我觉得我吃到了哈，也没做的可以挽救人心的一个方法。哎呦，你要蛮讲，因为呀，咸菜佮咪用胶用卤哎，还卤没有碎。喂，佮你容易买咸菜个时间，唔会还是碎，你有它找到位冇？佮条咖啡只敢要啊，啊就是、但是佮强强个要量啊，重量啊分开。嘿。冇出啲嘢啦，系咩都见几高啦，因为基本上系唔可以买咸菜，特别将我妈妈买得好好本啊。哦，还好咩？喺外看到，我都市场看到人哋嘅买咸菜嗰时间，嗬，就因为一样嘅事情都嘅阿舅，就当然都嘅严格到。嗯，我喺度我就发现到讲一个一样嘅青条冇容易少啦。嗯，像评论发讲，而家我看到，我就会看到就阿婆对唔对？买咸菜，结果就有一只差不多五十两岁飞人家，就给买咸菜。嗯，第二讲伊无牛糟啦，无出边牛啊，做唔得啦。对，结果哎呀，个水无牛糟，看人家水还按多个从一层头变阿老油嘛，就搞清楚就错啦。给阿婆说有啦有啦，俺眼见到，结果无啊，就无看到很多牛，结果两三就遇到阿娘，结果后来蛮吃亏。买咸菜应该吃亏，当然，安排我就唔会来揽买咧，唔会等到下摆，你下摆我就买咧，不应该买条猪仔，哎呦，损失大了哈。嘿，我所讲给别人的分享，人家讲，青条黑卤条，好，提给我们睇下。好嘞，安尼来谈好谈诶，各位来听收好谈诶，各位哈，哎，嘿你蔡议员来唱诶，等你给你的，啊，大家听我的欣赏。摸啊摸
好了，以后请陪大家好哈，躺了后躺在各位公后呢，安内转到现场哈，以后为大家来进行嘅单元系。某个你唔敌，阿黑蜜蜂，买大蒜。好，安内先看一下，安内啊，前顾嘅天然发通过阿延期苍茫哈，本来讲系上拜有讲大雨特报哈，六月十八，系本来讲六月十八号来期盼咧，嘅移民到台语哈讲。讲考量到安尼啊，游客可以产品发通一种安全性呐啊，佮就一下呢就来一通到安尼啊，前年以后早晨头九点半到深夜点哈，也讲到也兼顾也部分来讲的话哈，安尼就讲了太好来帮太熟哈。一只菇呢，喺安尼做嘢，安尼啊，三只海岸接接可以多嘅唔发嗬。佢当时呢，安尼啊，唔存比比多嘅唔算啦，还有面积啊，全部就是管嘅匮乏嗬。也兼顾专业嘅设备呢，也因为安样也比较较简单。故说讲呢，尤其下师傅嘅相同来调制呀，粗算买面啊，也变成讲调翻呀唔存比比多嗬，当创业嘅唔一嘅发通嚟呢啊，蛋白质嘅来源咯。系错哦，啊，去年嚟嚟两项技术啊，做得讲哦，差不多团成地区咧，啊，所以俩你像咧哦，俩贿赂迄居民来号称，诶，你讲五名啊，来兼顾不五的工具，啊，当俩贿赂向伊个时间，农民就会变下手边的工作，大家呢，佮阿来贿选那边兼顾啊，俩诶，你讲哦，上下哦，佮贿赂向的时间有冇？两边向，改变就向。哎、嗯，蜜蜂敢不敢也向？嘿，大帅我还要向。也向，大钱哦，大帅贿赂上无卖空了。一谈就地面卖人嘞，我还是想。哎，超大家就一天收。嗯。啊，你天收天棒哦，天棒啊，当然，你棒多哦，佮速度诶，五诶，大家有个本呐、啊。哦。哦，佮你无去就无哦。啊、嗯，个游戏就有啊，所以居民呢，哈，大家就请回去哈。对居民，也做在谈到讲啊，那这个海螺乡呢，古早基本上呢，发动出希望讲重现当年坚固的文化，同时也来展现客家五村啊，踢球淳朴的俩普通人文风情。系，古早讲要坚固嘅。前引前顾平阳饭通好，你想请朋友时间记一下哈，就一礼拜六早晨头九点半就请约约好啦，九点半到深夜点哦。一饭通的地点呢，在你啊先我去个用安个冰块南安个甜茶厂哦，也就你家讲的本港村，你啊旁边个甜茶厂。一饭通的对象呢，含六岁以上哦哈，可能太搞看那样，暗示一些朋友是他带点希望哈。嗯，给告诉讲过十二岁。朋友的饭哈，系就爱来假装陪同啦。嗯，错啊，安睇解做得一看到嘢啦。三号来继续，那你向前平台来播投。安尼亚一八空六年兔，安尼亚桃青校园之星，安尼亚瑞腿衰哦。呀，最主要的潘亚发通的目的就讲安尼亚拖延哈，做得讲系安尼亚推翻党校上嘅一上司之一啦。呀，当年嘅强颜文化系你拖延猜题嘅一。太特色哈，比如来鼓励安尼强颜后生人呢哈，做着运用自家本身的创意呢，来发展当年的一种才艺呢，来展现强颜的自我。也把个发通呢，来凤凰经纪公司来合作啊，最希望讲做着跳高呀，强颜展现来创意的呈现哈，来先拍出来有当有潜力而且多元的才艺的。哎，你个投研个后生人哈，加持就安样个机会呢？来看一下呀，新秀，看一朵，哎，你老板讲，哎，你个新秀哈，来推广哎，你个投研。好，哎，你半年体检第二例投研，市政府强眼师傅叫多功能站任堂。哦，你看，你一共哎，你复习下第二例投研师，还一共秋冬投研师，各种太好，全部做对了，报名，现在生活无限啊，需要有才好才高的资格。在创意呢，就无限展现自家最有自信的一面。啊，记得用名如报名，两回事都请您是上好。啊，一啲发通的两名额来报名哦，提供问题噶。
常请朋友太家好，欢迎太家来到安利亚飞哈社，我是蜜蜂，我是大帅。大帅，天使娘把你知道摩拜呀？哦，摩拜清好，你头听啦。懂啦哈，上次真言讲哈，安利亚提醒常请朋友太家哈，娘安利亚个天使，安利一定要多喝水，我多啉得会滚水。就这样，让我们不傻。嘿，吵吵身体摸一发哈，哎，你就真给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承担。哎，你去改天，我想把你承担下去，知道吗？干枯就干枯都去改啦。哎，那有样哈，给金本也好，你看按摩的天使，按捏个天使，哎，你看弄个胖孙臭慢耶。哎，讲讲哎，还干嘛耶？走你想起朋友哈，今天又有福了哈。因为你哈个苏 Q Q 在你讲乜嘢哈？你讲钱哈，我来到人家天台啊，想要来庆贺的首先呢哈，一夹来放松本你想请朋友他家的，我哋就到大帅讲啊 ，Q 在唔是啦，平常时我哋都做节目赶时间呢哈，佮发通全部就拢宣传呢啊，有拢放松水 ，Q 在讲做唔得。他要拿出他的诚意，一天哎，拍拍头，虽然辛苦，按摩给动又成型，我来多爱你天头，我来请神来邀请，向前朋友大家共同来参演。好，谢谢你，谢谢邀请你讲讲诶，曲奖出来了，大家们呢？你好，李峰姐好，大帅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向前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局长蒋吉安。咁我讲声，我就做得啦，系要来的哦。哦，庆欢迎，他家庆欢迎，他们有生意，因为唔同嘅时间有样啊，因为唔同嘅时间听播好，口味唔太家啲啊。错，佢真嘢有样哦。真嘢，我同大家讲好消息，系有样，讲到要好消息，我就抢告你要求做只话题啊，就会讲，你要拜庆一份，有只动态型嘅发通啊，你讲。安泰行的法通，本来我就是刚好就让你向前骗他的时候给读讲哈，其实在安尼亚头发眼皮不会读哈，要让你向前骗他的报告，给人家按神行个，我来请神来邀请安尼向前骗他个共同来参与啊。我就想要请问安尼亚，局长就讲哈，参加部分来讲，哎呀，法通很有扮演的法通了，你向前骗他讲一下好吗？嗯，好。同两位主持人各位各位乡亲报告哈，今天要分享的一则发通的消息，就是哈，人家就到七月八号安布头，人家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参加观音桃园的观音祭哈，有举办一则非常大型的嘉迎我发通，很多一人一切。好客音浪2017好客音浪一个音乐发通啊吼，是参加观音莲花季的主要的会场啦吼，主会场的举办一个发通呢，其实已经办了几十年了吼，去年开始啦，人家就给莲花季批下来办，去年就欢迎庆贺吼，现场有超过20000人次，按老年我做经验，人家就继续，因为反应暗红，人家就继续了举办，然后也好客引浪。哇！因为唐邱总按讲哦，非常针对哦，去年就来哦，今年无来做唔得啦。因为最主要的就会讲哈，哎，你讲一些干事工作都现场，去感受一下那种氛围，那种 feel 哈，可以完全无汹涌的哦，有样的哈。哎，你讲个青岛的国秀哈，会飙歌嘛哈？哎，咱唐讲有青岛的个奖品都在抽啊。古树外家就让哎，你向前评他个报告讲，哎，你讲莫来一发呢，就会天天好空的嘛。给好空的喊你一听要太放松，陪你向前朋友的啊，按多么该好空的啊。好，要很多好客音浪哈，其实都要要这种活动的名称哈，就有按个意思，就讲希望他叫做喜好客家音乐，希望做的营造一个浪潮。告诉呢，我也得做特别都要卡斯方面哈，我也得做有安排，像呀客家摇滚天团，然后东东乐团，给老呀九天民俗记忆团哈，跟他来合作，本他家有。听觉跟视觉啊，双重响应呐哈！一般也卡斯和东强哦，琼雅东有名的呀，陈世安呐、啊，吴文芳呀，小乐吴思贤，还有 N 哈嘎刘航 N 乐团吉娜罐子、黄子轩、山平快，另外还有郑朝芳，全部都是重量级的卡斯了哈！今天得为表演十分精彩。
那我们今年人家就客家流行音乐节得奖的呀，阿比百乐团还有呀爱卡乐，琼瑶外上台琼好了飙唱，压轴是情歌王子啦哈，学生王子韦礼安，底下呀客家人哦，就摇唱哈起来。参与演的表演，那么现场啊哈，还有当到唱上啦哈，也看下来，餐桌像呀可乐啊、啤酒啊、哈嘎民生啊，还有等等一下个呀胖卡餐车哈，现场哈就做得来，提供呀室内高位呀种的双重享受。那么呢，当然人家都要有安排当精彩的呀魔菜啦，魔酱，魔酱。对主将的发通哈，假使哈，你系有亚陶乐卡、学生证呐哈，发展出建亚几张嘢咧，清一分咧发票一张哈，你就得以上亚好客音浪的粉丝团以按赞，发展出翕相打卡上传亚FB 哈，你就做得到一张亚主将的抽奖券、摸彩券。现场哦，有加出七万零元的电动机车啦，好快呢！哇，我真的哦，今日叫你夹紧你报名，还有自己退转，还有呀任天堂的游戏机哈，对，还有呀 Xbox One， 还有呀胶囊咖啡机啊等哈，更多等候很多好康啦，就等等乡亲朋友带转木卡，那我呢？人家都还有贴牌安排呀，稀客方案。你现场哈来打卡来发，你就做的有不是钱呢，免费呀可乐啦，还有壁炉哦，壁炉对，嗯，都买的对。现场啊哈，人家都还有呀免费接驳的服务。好，给你下出头一点半开始，就到呀桃园的高铁站。非常是桃园火车站，我哋就有安排啊接驳专车哈，这七甲就做得到呀，好客音浪的活动会场，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就一边查。不过要详细，一来到位哈，抽一下查诶，你就得以我要得为好客音浪 FB 呀哈，以前我要得为粉丝团，就会有详细内容啦。就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乡亲朋友，看下来同人家的参加一下好客音浪，看下来生米色谈后果诶，呀，一天呢仲夏之夜哈，音乐享受哈，一天值回票价，心后面就得Mr. 来看一下脸吧，讲的脸吧，安不头就来谈一下后谈的音乐。哇，这样就这样可以安排。OK， 这种应该就这种真懂答心呢。要不然讲个懂答心呢，因为好像是有的阿公阿婆有么哈，这个唔需要视察的呀，非常讲起我多半要用白银穿嘛，因为拜托后生人来扎要用白银，所以麻烦。你看就这样去到，你向前边大概都安排多厚厚，你看别嗨，超大众运输工具，超么哈？超一方面呢哈，要做的。要乐活嘛 ，NUIPQ 啊款布哈，在老爷发呢 ，N 也不是拜托跳上瘾，还有 N 有没有色茶哦，有哈，因为你们听懂嘛，你有没有色茶？啊，有没发 ？N 向前朋友又做的抽要 N 所谓的大众运输工具哈，呀，做的一朵现场感受一下，还有个壁炉呢，还有可乐，唔该组织啦哈 ，N 主讲零酒莫试茶，试茶莫零酒，超卖正茶 ，N 如抽大众运输工具啊。制作在林内啊，就无限欢迎唱啦，该有钱吼。嘿，所以你讲哦，了夜太卡嘞，千闹夜，回复卡人突然去，有呀，就千真的。所以说哎，你乡亲朋友啊，不妨哈，看你抽中了，你乡亲朋友他噶有更多要热气嘛哈，所以你要千夜拜好，然后礼拜六。安不条路点呢？我参加联发会，给都非常比拜多哈。然后我就来期盼呀，你所谓的好合演当安样的演唱会呀、啊？错、哦，阿爹被你讲台湾唐，你口壮讲哦的，卡斯阵容也非常厉害呢，错吧？哎，阿爹被一枪到诶，你进到诶客家歌手的地位，哇，好棒！
嘿，因为最主要个知道，哎，突然，哎，反正都那个，哎呀，安排节目个安排个内容来讲个话哈，哎，你看，做得讲老少咸宜哦，不管餐饮谁知哦，全部就懂事。好，唱片人发讲，佮有所谓的摇滚天堂。嗯，有冇？然后上瘾就懂熬夜呀，好，糖都饮我一起，就是开始用什么法嘞？哈哈哈哈哈！用歌我都觉得很嗨，你自家就牛气了。好，他是美凤姐很亲后生啦，美凤姐很后生瘾。哈哈哈哈哈！我早有讲啊，每次我蛮认同的，就是哎，你向前平有向个后生喔，你向个后生就来参与，哎呀，我发痛啊，我错要咋个？怎么哈？我跟艾希，我艾希当年啦，艾希。哈哈哈！青葱幺哎哈，就是讲呀，关于 T 恤其实系呀客家装嘛，像呀一摆发痛的做飞虫呀，莲花莲花小寒农药气哈，地度啊。主要就是观音的客家庄，观音差不多有一半是客家人，然后七也客家庄，哈，参加了莲花桂叶法通，谈客家人哦，啊，因为就是当好一种行社会方式，客家行社会方式，像呀，好客人人哈，人家就做邀请已经当有名的呀华语歌手，哈，也做的老人，客家的歌手。用他同一个舞台，用他来表演。嗯，你们就讲，也是当好的一种方式，就讲，也已经有当有知名度的华语歌手嘛，哈，流行乐团的可能天王呀、天后啊，嗯哼，他来参与用客家曲盘的发通，来到用客家庄，有清台的舞台，哎，那个舞台设备、音响设备，全部就是安个。全国级的水准呐，哈，全部都当用心来举办安个舞台，佮到会带来佮到个粉丝啊，一些流行歌的粉丝，然后佮到安个平常安个一种观众朋友啊，哈，佮到来追星家来到安个飞场，同时佮做的欣赏做的谈到，哎，佮到亲友秀的呀。客家的歌手，哈，第二就来唱客家的流行歌曲。因为平常客家流行歌曲唔咩像繁语啊，哈，按普遍嘛，按普通话呀。因为佮来参加安尼音乐会，做尤其非常多人当好听的客家流行歌曲。对呀，客家歌手来讲，嘿，请好一只曝光的机会嘛。嘿，要舞台当歌，同时人家就咩做得。学习呀，繁衍国术哈，佮着已经有呀歌坛的天王天后的地位，嘿，非常足够已经是一流巨星嘞。嗯，你客家国术同样咩按优秀嘛，就同一个舞台，做得互相观摩学习。我因为就讲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啦，跟互动有样。就希望就真实就做得像诶，那客家流行音乐做得哈，因为行销哈，本堂较多的民众，甚至希望就做得讲形成一个狂潮，好客音浪，好客狂潮，客家音乐的那个浪潮，希望做得一年然后带动起来。嘿哈哦，你像前边他谈你也去张扬讲的番话，就吃着当相声，就底都讲哎，反正你都是呢哈，前一半后呀礼拜六呢都是哎，你太敢去他李家世界哈，你就刚做的刚出去的，就像你也去张讲哎，不管还舞台呀方面呀设计的青苔，舞台上面呢狗数呀的全部都是一级棒哎，就超的，没熊眼啊，粉丝就得跟问哦，全部都铁粉丝，经验高嘛该，有嘛经验高，前一半后。哎，你同人讲你开窗嘞啦！哎，来你偶像歌手来你客家天团，哇，真赞的！好，跟一下呢，你向前朋友还想我点嘛该后空哎嘛？当然，哎，你口罩来到哎，一天就要到后空哎，到你向前平台来播歌。跟一下，哎，你先唐一树后唐一哥哥后呢，哎，你将来转到现场继续问哎，你也口罩了。好。Whoa!
跳甩甩招丝棒。就是棒就是棒。好了，以后请片大家好哈。本人听到来转到艾利亚飞哈色，我是蜜蜂，我是大帅，我是桃园市政府哈嘎事务局局长张吉安，大家好，好，好，要讲么也好哈。艾利亚讲么经本也好，真嘅莫拜真嘅情嘅，按我嘅讲哈。不管有乜嘅法通，只要做得不诶，你向前朋友提到诶防身咧哈，佢一天就为了过来，一天团咯，你向前比较重要。就这样讲哦，日头越来越好啦，佢爱日头啊，嘿，佢爱日，日来以后怕毛吧？佢爱日头啊，有些人日头发黑都好啦，毛长烂烂，日头烂烂毛啦，烂烂毛要人命呢。哎呦，尤其日头发工作嘅人真辛苦，系啊，错啦，尤其一朝早仲未晒太阳日头，有样嘛？真嘅。像蜜蜂机就做多晒掉诶，麦根眼睛，他麦根眼睛，哎呀，你想请朋友第一眼就会会心的一笑，哎呦，好了，跟你继续哈，讲我也有来到爱丽天台啊，爱丽继续来问你啊，讲我也哈，就正好想唱歌，咱问题就讲哈，哎，我姐姐对爱丽个客家文化馆了解个世界有冇哈？哎，我姐姐看到在爱丽个广场当度朋友，我摄像下呢，其实爱丽。文化馆刚有拍卖个发通系冇？错，然后主持人讲到日头烂烂唔好哈，讲日头发发青好啦。其实呀，蜜蜂机讲到呀，当到年哈，看到当到年最容易一下人家的拜六拜日哈，菜人家客家文化馆就有呀日头发嘉义广场哈，有安排呀，客家语文表演呐哈，也有多少人讲哈，做妈妈很多年嘛哈，其实呀，人家都呀两年两来呀哈，就人家都投研烟变投研师，升格这两年多来哈，人家都就当认真呐哈，希望叫人家投研师客家文化馆重新打出。就希望佮变成一只鬼屋卡年啦吼，老人太些都当好来，行行老老的一只素材啦吼。当然，如果客家喜欢来一到位，将未来认识客家文化、客家饮用嘛吼。可是呢，一两年人来吼，应该就有安排吼，青岛的客家意象一只打造啦吼，像呀。同花台台牌同花大阶梯啦吼，还有安尼，做得讲起人客文馆呢呀，梯票呀，客家铺马，还有呀同花咕咕钟啦，还有呀3D彩绘呀，都同花秘境啦吼，
一条猪变成像亲朋友，一般民众同好来也到会行行老老来翕相的一只热门的景点。可是哈，一下投影客家文化馆哦，一间没门的馆，不是文字馆咯哈。一下青岛游览，当你做导游览查来哈，在青岛的民众、青岛游客来老了了哈，一间成为一只热门景点。如果一面亚人潮嘛哈，带通告诉我也得做两年的时间哈，做到要户外的广场。好，人家就来，我们两个都染头发，加你工厂，这把都染头发啦哈。其实也名也很爱我呢，因为哈，我小的客家人特别就讲啊，染头发咯，所以染头发咯哈，落雨以后就讲染头发咯，长长长。因为染头发其实就代表一种阳光哦，爱还有希望。阳光、爱跟希望，嘿，讲到你头发发，我喺我讲啊，就你咪就讲，阳光灿烂，有按个用法语来讲，然后阳光灿烂，不应该是到一种光明希望，够还有当少男按个感觉嘛，哈，不是我呀，希望就讲呀，户外的广场啊，哈，不管嘿落雨天，也嘿你头出来哈。同样就希望本他家带来俺个希望，俺个感觉哈。不是俺在做很多染头发、加染工厂，平常做拜六拜日的时间哈，下猪头然后做俺在做安排客家语文表演的发通啊。从今年来讲了哈，当然因为当今次中央的合议会。对桃园客家文化馆的支持，然后人家就老他们非申请要补助嘛，哈，各级组有补助的要经费，那就差不多今年哈，我看你差不多60场的日头发加日工厂结文创世纪文创市集，哈，那时间差不多才5月20号一直进行到12月20号。当年呢，拜六拜日下猪头2点到4点，好，就会有亚表演的节目。那我呢，下个文创市集呀，哈，猪下猪头12点半，一直到下猪头4点半，好，俺个就有发通来进行了，哈，有乜个发通内容呢？T 点就是用客家做主题，客家文化馆哈，主要就是。希望是一个客家艺术文化还有产业推广的一个平台啦，哈。可是我也希望做两年的时间嘛，哈。人潮当道，就希望做的期盼发通本行卡多的民众做的认识客家，哈，喜欢客家。可是今年也就争取到哈微微补出啦，哈，将也发通规划做2台的主题。5月份到8月份是很多浪漫客家情，9月份到12月份做很多晚朝客家情，晚朝客家情，做用传统客家还有创新客家做2台的主轴啦，希望做是传递客家中的情感，再用客家语言老文化。第一部分就是让语文表演哈，大家主题就有安排，等优秀的语文团体或者工人来表演。像5月份刚刚的就有邀请到体场哈，还有邀请到金曲歌王东东啊哈，汤韵焕来表演嘛哈，来开场。大礼拜呢，人家都要有安排参加语文的表演团体，老沙起做一个结合。像亚六月份家人家得有唱哈，亚客家流行音乐，古从太岁也得奖章，来到现场表演，本家得有只舞台啦哈。那我7月份、8月份，人家得要有有唱到蔡天的总乐天企业呀，行业创作歌手尤兆奇老师哈，那我还有法典来到一道徐世慧老师来表演呐哈，这个呀内容全部都是非常精彩了哈，有传统的也有流行的，也有
当时候小朋友的啊童谣然后期望就跟那一只习惯就本一般的民众就提到讲拜六拜日的下猪头来到人呢客家文化馆染一头发家人的工厂就做的看呢都当好看呢当精彩的客家语文表演。那我呢还有特色的法通啦，哦，特色的法通啦，对，就讲除了要唱歌的啊，吼，还有跳舞，也得有语文表演，我也得要含有农业也客家传统的技艺，还有讲客家话也得有普通的一种游戏啦，哈，还有安排啊街头的艺人来表演呐，唱呀魔术秀啦，吼，还有捏面人，还有呀造型的气球也都这个小朋友可能他有兴趣的哈，给国业对给国业，人家就没有安排了哈。就讲那么人家就客家 QA 呀，客家呀，公仔，人家有个文具嘛，对，阿弟阿妹哈，要不要出场哈？老小朋友会向他搞了哈。其实也都方式最希望这个客家。不管是语言也是文化也是产业，我们就希望就用一般乡亲朋友一般民众做的认识做的参与的方式啦，本期也就来了解来进行，也就会使得较神奇啦，尤其不但是在发通的内容是他做的从亚亲自向他参与亲子共学，亲子共游共学，方式的经行啊，石头就会他甲讲的呀，很多事半功倍，就讲用卡社会成本个得到卡太的效果嘛，各种人的就希望呀，可以在亲自向他来聊聊一下演技啦，那我呢，为到这个传承呀，客家方言的也特别安排呀，汉语行传哈。就语言的传承下呢，就讲嗯，当重要一个客家政策嘛哈。各种人的就有特别安排呀，汉语的行传时，才呀，今日的共同发通地图呐哈，就用它神奇互通的方式啦哈。可能大礼拜就有某空用的主题的行业搞好，问民众做得来，一方面做得欣赏人哦，欣赏表演；，另外一方面也做得学习到简单的客家话。另外还有只懂书法样的主题，就也 DIY 啦，哈。DIY， 因为就讲也 DIY， 就讲自家做得同数做嘛，哈。太朋友、小朋友就叫他来参与呀，哈！告诉我要今年安排像呀软陶啦，哈，竹编啦，还改蓝染呐，哈，还有呀茶翁嘞，哈，彩绘，也得 DIY 本民众做的体验，呀，客家传统的技艺呀，因为呀客家八公八业，要传统的技艺，一只传承老皮熏，也是人家就。客家 Q 的一个政策的充电，那么呢就客家文创市集啊，客家文创市集主要就希望做的台通呀，采集客家种的产业嘛，不是人家就了采集的咖啡，采集的沙棘来合作，人家就采呀共创地度安排采集的呀。客家小农，你哈讲嘞，客家小农哈，还有呀文创手作啦，还有呀客家美食啦，客家米线哈，客家烘焙啊的，希望对呀有文化创意的商家，我也得出国，大张宴也要差不多有安排时间，呀特色的添加哈，向他来参与。同时也希望呀桃园的客家文化馆做的转型，成为一张。当有发的当神奇的一个游戏的景点啊，他家就帮气氛来到桃园来到龙潭，就我一天我安排我看人来呀行行老老的，我是讲你头发跟你工厂哈，大礼拜节目就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真的听曲中安阳讲蜜蜂就吃到讲，今日系咪大礼拜六礼拜日就做安排一下哈。因为加听曲中讲到啊，出到当搭什么的地方咪重要哦，要鼓励在地的小农，一样啊，真嘅二楼曲中安赞。哇，
青山的有想到记得真的有想到他们、嗯、超模我记得安徽中的东西不得拿来去对啊超啊、嗯、你说哎你啊就这样给他们一个平台嘿哎再来要听一下要按赞的是什么呢、嗯、就会 NEQ 状要软力向前片他可以安排要餐饮食子肉肉嫩嫩全部就做的一产品给发通啊、欸、不止做的软还有 DIY 的东西对呀、啊、要就说所谓的我们时下讲的是什么无感体验、啊、嗯要无感体验的嗯啊要在嗯黑马盖眼耳鼻舌手全部被内动对超超超就是无感体验、啊、很香很香便宜都死推这也要给他按赞对不对还有嘛看文创市集这个部分哎呦哎刚刚中有共度呢你看比伯都有嘛看发布吧哎超还有嘛看你哎比伯都还有手工皂还有你美风董黑黄色给你哈嘎给美食哎还有嘛看、哦园艺小盆栽啊，有呀，那、嗯、全部我就懂好嘅。哎呦，因为喜欢拈花惹草。系啊，就诶，你讲哦，来到诶，你客家师傅叫哈，你看打卡几多人都来呢。有呀，所以诶，你咧就要唱高诶，你曲状啦。嘿，你讲哦，你曲状唔给客家师傅叫哈，做到暗号啊哈，有嘛个大阶梯啊，个童话大阶梯，有暗道诶，你打卡诶地方不用打卡，给诶人经验咧哈，你热天又来咯，避暑又来咧，给诶你。你口罩有嘛个编发吗？啊，要大帅哥，你要按了解喏，顶爱的有，出家我有神秘的亮点哈。啊，其实就了，好，给就先透露一点哦。就爱的一下好出家哈，都要他们讲黑 boy 哈，有一只公园，生态公园嘛哈。给爱的地都有只CC 八公庙嘛哈。那我又有呀。客家谚语铺头嘛，客家谚语步道，你看哈，住上道公呀，出家时间哈，那条哈，已经这个进行呀水车哦，水茶，嗯、水茶，一点看唔到咧，那东西咧，亲手看懂，嗰种那条就这个进行了哈，经过不有只大水车哈，希望就做得本。小朋友诶，哈，来体验头摆人用板来打水哈，安个一只体验。那我呢，安顺哈做后背的供应诶，都也希望做的打造一道给属于客家生态的啊一只马赛克彩绘墙。主讲希望诶，他个来都要找一家哈，主。讲寓教于乐哈，就做的都要游览观光的见地度啊，要同时做的接触哈，客家一只念书，客家主题啊。嗯嗯哦，我跟真给人庆贺哈，又经过又躲在提防和老廖哎，哎呀，还好啊，跟我发工作来啦，哎，你我心疼蒋某爷啦，嗯，好，你虽然蒋辛苦嘞，真给辛苦，因为给国家头脑都硬转硬听通，所以你印象讲要把你变好，大概许多哎你阿家文化观念片就会感觉有新的东西，有无穷呀，好，真给，他就是。魔幻石一样，对啦，你乡亲朋友，他家边都他家当喜欢了，都系你客家文化馆，那两时来就无穷用的感受，超无错。好，因为见朋友哈，哎呀，真嘅，哎，你乡亲朋友，他家一谈就滴，给哎你给口装讲乜嘢呢哈？真嘅就系遇到哎你乡亲朋友，他家带来好恐嘅。今半夜呢，你乡亲朋友莫唔记得咯，在你啊青叶百货家时间哈，一天我的我喊人，他人吐水子哈，你穷下你的产业，你个客家给发通啦哈。有喊个时间咩？你个广场有吗？两日广场啊，你头发，你头发啦，两日广场，你讲一种你头发真紧有样，当对的这词汇来讲诶吧。蛮到底的，你头发还没懂中医，你好前面有中医吗？他敢去哪里？好不好？后来给咩什么你口罩安之谁啊？什么蜜蜂记？什么大帅哥？要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接下来呀，你投影师哈噶文化馆老掉了哈，希望也浪漫台上先的起点，好，你投影师哈噶文化馆在贴两台。做的太本太噶浪漫的感书哦，就喊张伟了，好，还是这样哈，张伟了，张伟了。亲爱的乡亲好朋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夜平安，一夜福，因为平安就会福气。什么你？感谢你，安之谁？
以上节目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书局美好之宝。感谢你，你想爱，爱全部记得。